你在这等着我，我把这个送过去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我去雍园广场，谁有时间等你？您的人身安全，下列车请不接排考队。Lady， 到哪里看？淮阴路泰兴里。Lady， 听你说话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你已偏离路线，开小差了吧？前方200米掉头。刚刚导航不是说直行吗？你怎么又转了？你放心，哎，我看师姐那地址，我有导航啊。不是啊，师傅，我这导航上面写着是50块钱17公里，你这明显是绕我路啊。那小姑娘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你上车之前，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克里那个地方有高架，出了车祸，倒得很可怜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肯定看我是外地人，故意讹我钱呢。阿姨，我们才到的新鲜水果免费试吃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啊，尝一下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你也尝一下。嗯，好吃。还有这个，阿姨您再试试这个。姑娘，你们这所有的水果都是免费试吃吗？是的，随便您吃。你能不能给我打个包，我带回去给你推广推广。阿姨，可以的，我帮您装起来。来，阿姨，你拿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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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，还有这个。谢谢。不是叫他在这儿等我吗？怎么走了？我去雍园广场，谁有时间等你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把您的车刮了。广为56868，我叫邱文阳，这是我的电话。14429868949，您看到了，请与我联系。实在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是我把您的车给擦了，我赔给您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给您补。拿着，这不行，这个拿着，这个我留下了。您乘坐的到了，50。是吗？哎呀，我说50就50噻。来，票拿到。本地司机，没得坏人。我已经到楼下了。哎呀，我们正堵在高架桥上呢。就是你回来的那条路。该方大道高架桥出了事故啊！各位师傅们，注意绕行，注意绕行。
老师，你自己去买。吃菠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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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吃啊！来，老师，蛮好吃，蛮好吃，谢谢。在哪里买的？走吧，跟我一起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你刚才给我吃的是这种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很好吃的，对，很甜的。来，我给你尝一下。后面阿姨，来来来，这是我的，哦，这个是我买的。还有啊？对，来。哎呀，主要是你们的态度感动我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送您出去吧。哎。每个人都在问，这个世界会变得好吗？涨16块。没关系，你扎吧，我不怕。不是我们丧失了信任，而是信任来不及找到我们。给彼此一点耐心，让信任有时间沉淀，相信美好总会发生。